天看到新闻报说，那个中大疾病卡花了很多的劳保那个健保费用。说实在的，我有重大疾病卡，我有癌症、直肠癌，到现在说实在，连花政府一毛钱都没有，你们相信吗？几年了，几年了。我已经有十几年了，差不多十年了，民国九十三年到现在有十年，真的花政府一毛钱完全都没有，可以到病例去查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自然疗法哦，跟着我们的何社长还有梅医师的脚步，绝对没有错。我们希望能够梅医师所说的全民保健取代全民健保，好吗？好、哦、好、哦、谢谢、嗯、希望有空大家来拉拉山来玩哦。拉拉山真的是非常漂亮，拉拉是他们原住民的话是美丽的山哦，希望大家能够来。 你现在几岁的也报一下、哦、对对我今年63岁了。说实在，我2个礼拜前我还从楼梯摔下来踩空，你看我本来脚不能走路，2个礼拜之前我现在还能够蹦蹦跳跳的走。你看，说实在，我们真的要对自己要有信心、哦、不要一直觉得好像要去、哦、健保什么的，不要拿这个药，没有不值得哈。好、哦哦，说实在，我们跟着他们两位那个医生跟何社长两位后面走，绝对身体一定会健康的哈、哦。好，谢谢。感谢感谢感谢。最后啊，当然了，既然大家要暴露身份，我也暴露一下。在下是一个大肠肿瘤患者，2005年急性发作，差一点到了天国去，但是我一样的没有用健保卡一分钱，那我今天依然活得好好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就说我们说了一半天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我们的方法，但是我跟我太太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绝对不能把我送到医院去，这是我对她的叮咛，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。不准送我到医院去，然后呢第二句话就说，假设我自己不能救我自己，我所写的文章，我所写的书，请你一把火烧掉，那都是废话。所以呢，各位也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在网站上你们查一篇文章，叫癌的真正本质，就是在下写的癌的真正本质。那我有一本书叫做为癌细胞平反，这是我在2003年在北京中医专病专科大会上我发表的论文，这个也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总而言之，今天这一场会，我们以后希望我们这样的活动也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。今天非常感谢梅医师最后的恩典，我们最后要颁发一个感谢状，大会的感谢状给梅医师，我们请陈所长帮帮忙。好，我们理事长，中华自然医学教育学会理事长陈杰甫陈所长来颁发感谢状，大会感谢状给梅医师。谢谢。好，各位，今天的会议到此告一段落，希望大家都是有缘来，我们大家互通有无，希望大家跟我们联络，也跟我们多多指导，谢谢各位。